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莹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花生核桃糕，一定不要错过，一口下去就会让你唇齿留香。唇齿留香，口感细腻，纯纯的只有坚果的香气和蜂蜜的甜味，吃起来真的是太香了。喜欢的朋友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、转发、点赞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